我买到了个好东西，优秀男友综合测试卷。作为国民男友，我当仁不让。但是打开一看，里面的题目真是刷新了我的三观。选择题，以下几项哪个是对你最重要的 ？A. 兄弟 ，B. 女友 ，C. 游戏 ，D. 其他。我只爱老板，老板才是爸爸。舔狗，嘻嘻。下一题，你愿意帮女朋友做饭吗 ？A. 我不会做饭。B. 以后谁赚钱少谁做饭。C. 只要女朋友让我做我就做。D. 我会学会做饭。就算我敢做，你敢吃吗？哼，女友和你在约会，化了一个很精致的妆，突然在你面前毕业，这时你应该 ，A. 问她眼里是不是进沙子了 ？B. 摸摸头，然后亲亲她 ？C. 贴心的撕掉她的双眼皮贴，并说你眼睛上有个垃圾 ？D. 用纸巾擦擦她的嘴，并说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油。咦，你眼睛上有个东西，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油。晚上天气很冷，女朋友坐在你旁边吸了一口冷气，并把手放在嘴边哈气取暖。这时你会 ，A. 把女朋友的手压在屁股底下取暖 ；B. 默默把她的手放入自己怀中 ；C. 叫女朋友跳起 Sorry Sorry ；D. 带她去墙角，因为那里有90度。关注我，所以我为什么没有女朋友？